哥，啊，你听外面卖啥的？卖粘米肠。你听，排骨啥都有。走啊，去看看呢。哦，他在那儿停着了，快点追上他，要不一会儿他跑了。是咱们平时吃的米肠吗？是吗？看一看，看一看，这东西还挺多的呢。对呀。还有熟食，还有肠，肉皮冻，还有肉皮冻，血肠，血肠，买点那个，还有肉，买点那个吧，糯米肠吧。糯米肠。这也是糯米肠。哪一家花了30？其实也还行，15一斤。还行，那人家油钱啥的，这也得算的是吧？他定期上来，好像2-3天就上来一趟。卖肉的，卖还有其他东西，还有水果什么都有，都有卖的。上来，别说了，天都黑了，我回家吧。回家做饭吧。走，回家吃饭吧。走，你给我烧油了啊，少甩2勺糖。我都闻着这糖色的味儿了。他来烧凉水，这行业来讲热水，加盐、味素、老抽、酱油，搞里头。我已经准备好了高压锅，是不是得开了才能弄啊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做饭哈，哎，不对，说饭哈，老六了。做饭，对。说怎么做饭，这叫说饭。开锅了就给它捞出来。完了，小妹儿，哎，一会儿土豆子，南瓜、苞米就全归你了啊。大哥，小妹儿的活吗？我现在荣升你为打杂小妹儿。我想当主管。行，打杂主管。对。15分钟 ，OK。这是什么刀法？这叫奔。咱家刀不快了吗？不是，据说这样的好吃，但是不通肠的。这面瓜土豆子搞里头。这种啊，气蒸厚一点，好热一下。谢谢你啊，味儿怎么样？看好这一大口，这必须今天必须得用盆装的。走吧，服务员，打包。为了庆祝大姑父回归呗。为了庆祝咱家十多人口回归。做了一大盆，打包带走。打包带走。然后还有中午的那个肠哈。啊，走。